牛麦俊郎出席一个品牌活动，之前佢更为品牌设计一系列嘅汽车配件。俊郎就表示品牌俾咗好大嘅自由度任佢发挥，佢亦都希望自己嘅设计可以做到实用、美观兼备咁话。睇嚟俊郎都几满意今次嘅合作。我觉得系好开心，因为呢一个品牌其实亦都系我考到车牌之后第一部拥有嘅车嘅品牌嚟嘅。咁而今日能夠合作，而大家終於見到個製成品，其實我覺得係一種緣分咯，係啊。嗱，如果你見到人哋即係買你設計嗰架車喺路上車上面揸咁樣，喺街上面揸，你個感受係咪㗎啦？我都不能夠想像嗰種開心。呢排 Juno 参与唔少设计工作，佢亦都好享受创作过程。而今年啱啱推出 EP 嘅 Juno 就透露有关创作嘅工作会陆续有嚟啊！而家就嚟完成我嘅新专辑啦，咁新电影一路都喺度筹备紧啦。咁今日嘅活动啦，即系或者即系暂时期而家都去到将近年尾，咁我觉得仍要需要去花时间处理嘅工作仲有好多，咁所以做好自己先，我觉得系啊。